我们的这一站是福州。天哪，这好香，嘎嘎好吃，非常鲜，是很鲜艳。就是是肉做的面条，把所有的爱笼罩这道菜里面。下一站，蹦床灌篮。要高一点，用点力。 今天一下午不会都在这扣了。《超人美食节》第二季每周六22:00播出，冰爽够痛快。本节目由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